TVB 新波神买新 bra 是红底，朱自然。我是当水咁饮噶，嗰时我唔饮水啊，我净系饮奶嘅啫。大台新米神 Ashley 朱自然拍摄三日两夜人气急升，上个星期六年初六 ，Face 撞见 Ashley 拣内衣，除咗睇胸围，仲即场试咗两款性感内衣，完美展示前凸后凸嘅魔鬼身材，火辣程度爆灯啊！其实只是真系无聊行下街，睇定有冇啲靓衫，有机会嘅时候都可以着下咁咯。Face 打俾 Ashley， 佢话对新米神称号唔敢当，而节目所着嘅泳衣全部都系私伙嘢，仲大赞警帝张秀文好谦虚噶。个网上朋友叫我女神嘅话咧，我真系唔敢当啊！叫我女神经嘅话都 OK 嘅，因为。系咯，个人比较就癫癫得得咁样咯，所以叫女神真系觉得受之有愧啊。同其他人比较嘅话，我就唔会比较啦。咁如果话秀文嘅话，我真系觉得佢身材好好嘅，咁而且佢又口才好叻啦，主持全节目好好睇。咁我自己亦都有好多进步嘅空间。新米神 Ashley 仲大方分享护胸 tips 添。本身其实我自己就食好多嘢嘅，好大食嘅，我食嘢嘅份量系好似个男人咁嘅，但系好庆幸啦，即系我咁嘅食量都唔会话好肥咯，同埋我又懒，冇乜做运动。保养我又冇特别，不过系发育嗰阵时咧，我好中意饮奶嘅，我日日咧饮奶又当水咁样饮咯。Ashley 仲已经被封盘，一班宅男心碎啦。情人节咧就系同男朋友过嘅，系啦。属牛嘅朋友，后年人缘运极佳， yeah！ 有好嘢梗系要出嚟俾一众巴士打啦。各大讨论区日日都有潜力潮文 ，Facebook 一早帮你精选晒啦。